大家好，今天11月28号，我们今天零本土病例，有十例的境外移入，另外有零例的死亡个案。那这十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是7男3女哦，那年龄介于10多岁到30多岁，那分别来自一例来自美国，4例来自越南，3例来自印尼，另外还有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菲律宾。那入境日介于今年的11月25号到26号，那都有搭机前3日内的这个检疫性报告。那有关突破性感染的部分，目前看起来是有三位哦，分别是序号269。那另外就是这个有关这个 CT 值的部分，序号8跟10都是大概是16左右，其他。除了这个序号3是26，其他都是在30以上啊。